没那么 man 了，嗯，没那么 man 了，这是重点吗？太阳还不知道，大家都知道我上次说今天要干嘛，对不对？感冒，感冒吃海底捞什么？海底捞火锅啊，健康啊，对不对？有吃菜，有吃肉，然后还有喝温暖的汤。又不是什么炸物，对不对？声音好听多，哇哦！你是看声音来的是吗？没错，功课。会日文的朋友先举个手，程度不用太好，会个五十音，然后会一点翻中文的感觉就好了。火锅容易拉肚子，好啊，帮助排泄。嗨，冰龙哥哥，嗨，冷爷爷，嗨 ，Tomo。血红色，感冒是哈？是这样吗？好吧，我很抱歉。那我先走了，嗨，嗨，嗨 ，Kami。那我先出去。都想出去啊，各位，不用我讲，就都想出去啦。嗨，凯奇，就有机遇没吃到是哦，讲这么细致啊。嗨，姐姐，五十音而已，那会听吗？会听吧。嗨 ，Alex， 我们十分就开始我们的作业。嗨，热水白。会吧，那个会啊，有没有还没？我直播完隔天我的鼻涕就变稠了，我真的是很兴奋的。好吧，你们说的对，我会喝水。你会日文错了吗？没错，你没错，你很棒。怎么这样五十？因为我等一下要做功课，需要你们的帮忙。开心做功课没有任何压力，兴奋个大头哈！做功课没有一点难度的感觉，鼻涕变稠，呵呵，因为代表感冒好了一点嘛，就不是那种水状的。嗨，洛克，嗨，李冠，嗨，陈哲，陈哲迷你，日文功课 yes， 那我不会，为什么？差不多都会吧。Google 是个，那个 Google 做不到的，因为那个是要用听的，用听的，你懂吗？今天的日文功课，它就是它会念日文，然后我要把它写出来，然后还要翻成中文这样子。因为是初级，所以不会难到哪里去，我相信大家都做得到。虽然对我来说还是有一点点困难的。嗨，桃花哥，桃花哥日文也不错，对不对？嗨，ヨシロ，ヨシロ，ミニアラドキ。6:04是我的生日。对，今天哈金腿，就是今天咳嗽比较严重一点，我做不到，好吧，拜拜。留下都有力的人。嗨，哦耶。嗨，习吧，习吧，大爷，我高考日文高分，哇哦！那你对我很有帮助，请留下，请留下，留步，留步。嗨 ，JP， 孔野，拜拜。嗨，蓝云。嗨，阿华，名字疯狂变的阿华。嗨，欢迎战士，你也没有日文能力吗？嗨，亡命之徒，留步都不留，任无期，开玩笑的啦。安徒如果哎，留下旅馆，留下，因为大家只那我不讲话，好吧，我不讲话，就等下给你们听，在聊啥？我们在聊要留下日文能力的人，没有日文的能力的人，请出去，也没有多好，反正我觉得这对你们来说应该是简单 ，N6 也可以啦，有 N9 吗？那你有 N 几啊？我就是需要初级的人。我蹭个鼻涕，
最低 N， 他们哪来的 N 六？好，下一次。对吼，还有公演都忘了。N6 是路人甲是吗？就是一个，你怎么讲，谦虚吗？说不定这里有人坐一坐 N6， 等一下认识一下是不是？还有，那我要不要早点开始啊？我怕你们 ，Minicon 不是 Minicon，Reset 要几点开始啊？还有啊，明天就是我的 Reset， 我没有时间做功课，请大家帮帮忙。我明天可能会没什么声音，但是我尽量唱出来，好不好？七点开始，来得及，来得及，来得及 ，OK。有没有感觉有没有好？有，感冒好一点，找借口，呵呵。耶，明天去看日文的功课。读了，我上学在在日本工作时被日文被老板念，废话，日本工作日本小朋友都可以电报你。我不要上台语，我没有台语的功课，我会加油的。谢谢小星星 star 的烟火罩，快点喊我，快点，催我嘞，催我嘞，好。我觉得我刚刚稍微听一下，我觉得第一题我可以。我找一下我的功课，我们有一个群组，然后他的功课都发在上面。这个，这是我的粉丝帮我们写。没有，上一次功课我忘记写，然后结果老师没有收功课，他是直接在台上怼，然后老师一边怼我就一边抄。哦，还好还好，真的还好。我帮忙收一下哈，来，第一个是你应该就是二的吧？二我觉得还是蛮简单的，就我自己写吧。你们听得到吗？放大声给你们听。你，对，就是你就是你嘛，这个我可以自己做到。谢，是二对不对？好，我写一下。二，好，下一个我听不懂。so cool 都还可以 on 是什么拼 ？R 跟 N 吗？这是在写我的日文吗？再给你听一次。so cool 是什么？赶快吵啊，是什么意思？跟我一样哦我觉得我好废，我有点心虚。是什么意思？这个要翻译，这不是单字吗？不然呢，这是什么意思？可是他叫我写出来 ，so cool， 没有意思，那怎么翻译？流浪人来了，流浪人 ，so cool 是什么意思？意促音，真的假的？这叫做促音哦。那我写喽，啊，你不要煮了，好，促音，那我就这样写，错了怪你们了。日文中间的我知道啊，所以这就是促音的。翻译是不是？没关系，我就写。好，下一个。好快。我要写平假名还是那个？这个有中文吗？是什么？不然我的，你下播我找一下。不是那个，那我要写平假名还是片假名？我知道是这个 A 啊，可是我要用什么？你可爱，我知道是那个 A， 他这个没有意思吧？就好，都写，好啊，
那我就都洗。哦，这个要哎、欸，就是吃的意思啊、哦。我好像有印象，是哎、欸、还是哎、欸？所以我就两个都洗，我两个都洗。你看到两个都洗，不好意思，我不太写日文。哎、欸，好的意思是吗？下一个。Niki 还是 Niki？ 一哎，你写好丑，闭嘴。Niki 是什么 ？Niki 还是 Niki 呀、啊？是 Niki 还是 Niki 呀、啊、？Niki 好像是 Niki。Niki。Niki。应该是 Niki 哦，日记哦，谢谢谢谢谢谢。哦 ，key 哦，是 key， 是 key 哦，而且很像 key 耶。对，它有停顿，应该是有促音的。嗯，有促音。日记，感谢。卡西拉基什么？マクロ。这个也有促音。マクロ。マクロ。马克杯吗？马克罗，马克罗，直播写作哎、欸，很热的这样好不好？马克罗是什么？这个没有很长啊，快结束。马克罗，马克罗，真的黑哦，真黑，什么意思？马克杯不是马克杯啊，形容一个人黑，什么意思？哦，那是汉字，我知道，那什么意思啊？真黑，全黑的，就是黑色的意思嘛。马克罗就是全黑，我说我像个智障，反正因为我边笑边写，所以我字会变很丑。啊，那我写全黑漆黑，就两个都写。老师，哦，你这个人怎么做事这么完全呢、啊？很棒。我等下写完给我同学抄，我这个绝对不会错。啊，我有黄色，好不好？不是全黑。下一个。学校。哦，学校我知道，学校。学校。他那个。嘎就是嘎，然后一个促音，嗯，写反。嘎扣，嘎扣，学校嘛，对不对？学校，对不对？跟林啊，林一的肚子是黑色的吗？怎么好像不是？是不是？我还是学一点日文的好不好？不要在那边说我在混混分数。先欢迎但是长得 grey， 有人是不是要转场吗？米字，米字酱油吗？不对，米字，我记得，我记得是米字，米字我记得，米字是什么？啊，是水啊，到底是水。米汁是怎样？就一个米一个汁吗？是一个吃。不管，我就选米汁。米汁。啊，是那个。可恶，我听不出来。应该是水，再听一次。米字。嗯，对，好想要日常的，是不是？哎，忘记看荧光灯。
下一个。切っ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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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啥？切って。切って。音调不像水。三つ。啊，水的话应该是三つ，可是他写三つ。三つ。那是什么？で。切って。啊，切って是车票是不是？毕竟那是处音。好，姑且写水啊，错了再说。啊，有处音耶。三つ。那怎么办？那三つ是什么意思？也是水吗？满满的立可带。哦，三个。哦，这个米写的蛮好看的。涂掉好。我也投米吃一票。啊，这是什么意思？切手，切手是什么意思？切手，还是切手是汉字？促音就是停顿一个拍而已，还蛮简单的。刚刚播了啥啊？确定是切手？切手是啥？哦，三个意思。我以为你们说三个是什么啊？我知道三个的意思啊！哦哟，我一时忘记了啦。我跟你们讲，我知道，我有学一个、两个、三个，我知道。是说真的。切って。啊，切って。切って。没有，你促音就是切って，就这样。好，切，我还是会写吧，就切跟加一个促音，然后一个って。切って。哦，切手是邮票的意思。了解，了解。大家不用担心讲错哈，这边很多人投票，大家都知道哈。那今天日文也不错，想不到，你也很好，很棒呢。对啊，丑一，我现在学单字吗？因为我在做功课，我听起来都一样。motto 就是 motto， 再来更多一点的意思吗 ？motto 就是更多。哦，你擅长用 Google。对啊，都有促音诶，哦，有啦，这就是促音的版本。motto 就是更多的意思。Yes， 对，很简单啊，跟你讲，日文没有白学了。好像这次都能看动漫很基本的东西，我们很扣一下，真的。出发，选拔的意思。出发，选拔，哈哈，你个头。秀，是那个秀啊。出发。啊，出发的意思。出发。怎么拼啊？为什么会有秀啊 ？C U 哦 ，C O， 出发。出发。啊，哎，我刚刚就是那样讲。你也选吧。好慢，欸，我在这边写功课一直被你们骂是怎么样？我就想证明一下我自己。Motto， 哎，所以是什么？是选拔吗？哦，是出发。我写的字在颤抖。嗯，好。了解，但我写的有点丑，再写一次。
出出出出発。一匹。你们不要在这边叫叫，不要帮我写功课的都出去。老师问你，你还可以说你不要。对，真的还对啊，这个要给同学抄的呢，他功课也没有很好。麻烦纸笔记好看一点。好啦，一批。一匹。一匹。切布。你错过什么？没有，就一匹。一匹。一匹。一屁股。啊。像极了在高中的时候，那个在老师在黑板上写字，然后同学在下面狂抄的样子。热恩量切符，一股啊，一只的意思。然后再写一个，一只。又在动物了解。起步。起步。一匹，这上一题。起步，起步，开心，起步，哎，起步，这个词不能要删掉，老师也不爱看呐、起步，起步，开心。哦，切符，哦，又是车票，哦，刚刚那是邮票。嗯、哦，那老师好像很喜欢票类的东西，对不对？他会不会来个彩票？老师在上面写对，会狂抄好不好？就是要交那个、啊、交作业的时候，切符，切符的车票的汉字是切符。这样背真的是有困难的。邮票，来，等一下下一个彩票信不信 ？Big，big， 大的意思 ，big， 蜜蜂 ，big， 要写发音吗？不用啊，就是写那个 lucky seven，big， 就是蜜蜂的意思。哎、欸，快玩，快结束了，剩三个，流浪人来玩。嗯 ，B， 不是 P， 是 B。作业100分，没有秘诀，只要敞开直播就好了。哈哈，英文，这是 B。B。你不写发音，光看汉字。哦，我没有，我没有写汉字。是外语吧？是吗？所以是蜜蜂。B。B。你懂吗 ？B。没有，我没有写汉字，我上面都只有写那个，不要给你们看，你们等一下说字丑，还是给你看一下，就看一下，就是中文跟平假名、片假名就 OK 了。所以 B 是什么 ？Beef， 它没有 F 的音啊！废话，真假是因为怎么可能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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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没有 F 的音 ，B，B，B， 后面那个音完全听不到。Repeat. B. 我认为是字母的 B. B 啦，我写一个 B， 然后翻译是字母的 B。怎么办？有这个词吗？
有人讲出来了。Rika， 真的这个 beef， 你跟谁有 beef？ 我没有 beef， 我是认真的假的啊？为什么日文会有一个 beef？ 他这还闹的、哦，真的假的？你们没有骗我吗？跳过哎，我这边有这么多日文高深的粉丝，你要我跳过，这样不是坏了你们的面子吗？不能跳过。刚刚前面这么长这么难的东西，好，我的 B 就是 B 啊。不对 B 哦，是题目有问题，日文发哦哦，好，那我写 B， 然后日文的 B， 然后写翻译就是 B， 很闹哎、欸。好，倒数第三题哦。喫茶店。喫茶店。喫茶店。自杀店？嗯，不对，不可以这样。喫茶店。喫茶店。生鱼片。生鱼店。生鱼片店。现在你不要打扰人家啊！汽茶店就是饮料店嘛。喫茶店。我都写，我没看到嘛。我哪有最爱？我哪有最爱饮料店？没有。完全烂菜，咖啡厅哦，饮料店跟咖啡厅，那我两个都写。老师说，如果我日文怎么那么厉害，我就说，哦，我就是平常都会去那种日文线上教学啊，要厕所，日文线上教学的地方，就是复个习，就一个礼拜会有三个小时在上网课。然后里面我不是那种一对一的老师，我大概是就是五六个老师，然后对一个学生这样子。那多少钱？我没有，就是我在上课啊，我也有赚一点点钱这样。吃，哦，汽茶店。对啊，线上教学。然后你要往后面说备注说会有小简餐哦。寄发票，我们都不信了，你们老师信吗？为了教我付我钱的老师们啊，吃茶店。另一个要找，然后后面等下备注说，哦，这边是有卖一些甜甜圈什么。哦，不念气，对不起，我中文也不好。我这十八年到底怎么活的？倒数第二题。杂志。这个我清楚的很，每天都会念到杂志。杂志。杂志。还有那个杂志。对不对？啊，怎么拼出来？我们要每天看好不好？咋、啊、就是那个啊咋的那个咋？我曾经想过哦，说那个嘛怎么念去？那个叫什么？我上过的那杂志叫什么？忘了。我每次都会忘记怎么写，真是。啊、字的字是哪个字？哦，我会了。你终于对了，哎、欸，什么意思？我哎、欸，我刚刚重新，我从刚刚现在我对了，我才两题哦，不好意思。三个能不能算我对？因为我刚刚没有想到，其实米字我是会的。你上个那叫某某，才不是。
不要寄到公司好不好？你那杂怎么长这样啊？有人杂长得怪怪的。啊啊！我还怪他，我想说那个杂怎么很怪啊？一个九一个木，还跟锥黏在一起。抱歉抱歉，错怪错怪。最后一题，各位，我功课到这边结束了。一緒。一緒呢，就是一起的意思，对不对？一緒，可是。一緒。一不做二不休，对不对？我会了。一緒。一緒。还有一緒。一緒就是一緒呢，嗯，对不对？哎，对，四题了，四题。我看总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六个，我对了四题，还不错吧？还不错吧？是不是？我的 man 音又跑出来了。哎呀，这样啊，对不起，对不起，老师们，对不起，老师们，不要生气。没有你就一休好，我从头再来一次。那个 B 到底啥？我其实也不是很清楚，应该就是 B 吧。然后就写一起。从头再来一次。你，速音。A。日记。好，我现在先背一下，然后等一下我不要看这个，然后我等一下直接听这个，然后念出来。好，我盖起来。第一个，一二，好，第二个。手控，手控是尺，是尺，对不对？是尺。哎，不对啊。A 不是 A 才是尺，手控是什么来着？可以，我偷看，我就偷看一题。啊、是初音呐、啊。你自己，你可以知道，对不起，初音才，这样充个电，它快没电了。尺，明明就是第二大题，促音后面才是题目，哈？什么意思？啊！你，速音 ，A， 会吗？音，是吗？有可能，因为我们前面有第一次功课，现在这是第二次，真的。啊哈！所以是 A 啊 ，A， 日記 ，Kip，B， 啊 ，Kiss， 那 ，B， 因为我现在突然冒出一个英文听力会出现的那种。老师的声音就是 B 那种声音，好闹哦，白痴哦！我把前面那些全部涂掉，我要选 B。哎呀，白痴啊！把 B 跟那个 A 涂掉。我还那么认真写那个尺的意思。好，现在涂掉之后是不是看起来正常多了？我又不知道。好，逼你放完。一步。B。喫茶店。雑誌。一緒。就这样 ，B 就这样 ，A 比较多。现在都这样发作业，对啊，就老师比较懒，
这脑袋，哎，是我错吗？你们刚刚是不是也没发现，对不对？我再一次。好，我从头再来放一次。二、速音。A。日記。真っ黒。学校。三つ。切手。もっと。出発。一匹。切符。B。喫茶店。雑誌。一緒。好，结束。真的谢谢大家帮忙，谢谢大家帮忙。我以后不完全不介意老师的，等等太快，好。A. 日記。真っ黒。真っ黒。全黑的意思。B 好少，对啊 ，B 好少，你们还嫌少是不是？想要再多一点是不是？我也是第一次写啊，我不知道嘛。对，初音是题目。好，我等你。我们来对答案，老师。这是刚刚其他人帮我答出来的。我只听得出来一个是三个字，一个是两个字。大家还想答？哎。不然我可以找上个作业给你们答，因为我上个作业已经写完。之后强者没用回放听写。学校。学校就是学校的意思，简单。真的黑，又看到那个真的黑，感觉我真的非常没有那么严重吧？哎呦，大哥，不是黑尾，哪里有黑尾鱼？我第一学期能学会一个初那个浊音初音什么音之类就很不错了，对啊，三つ，那三つ就是三 A 嘛，对不对？三，真的，三つ，切手，三つ切手，那个 B 听不懂，你说不严重？好呀。我们还做学习，他只发一个作业啊。每个礼拜应该会发一次，对，对，切手，切手，切手是三个的意思啊。你呀，太瞎了我吧？什么真的黑？嗨你真的黑。真真っ黒，对啊，我被暴打，他已经打过我很多次。哦，他是打两个答案哦。キツデ，嗯，哪里有キツデ？つ、三つ、デ、キデ。嗯，キデ。他听不懂，你们自己私下讲的是不是？啊，切手是邮票，好，我记，切手邮票，切手就会有邮票这样子。好，我好笨。我说他可能说真的黑，他听不懂，所以是每周都要线上教学，学费部分，学费部分就是给你们免费观看直播这样，对，就是你看就可以。不用做任何的付出的，就可能买一两张纸笔生写就可以。啊，米字乘是三，三只就是三只，就是米字，切手就是邮票，就是 kitte， 好难背啊、哦！天哪，那他们日本的那种叫什么地铁？地铁会用 kite 来买吗？还是寄信才会用 kite？ 哦，车票后面有个，对不起，但我没问，对不起。
上面有一个车票，车票是 KIP。三只这个好像被某一首歌切角，切角，地铁用邮票，车票，对不起，手的发音是泰，泰，国泰，指五个手指，给你们听上一次的作业。播音的部分，発音 A 三媽，三媽臭臭鍋。我记得我写 summer， 我这里没有写中文。 summer 是夏天的意思吧？ summertime， 小考以后帮助你下播前默写一下这个题目吧，我会的。三妈是上一次的，我写三妈是夏天吧。对不起，我印象拼音汉字写法，他说啊，不要逼我，好难啊，你还没吃的，不要那么像啊，这发音我还是很厉害的了。秋刀鱼，三妈，秋刀鱼，抓对母鸡。A， 阿妈。三妈。哦，三妈还是三妈。三妈。对，就是那个三妈，才十个字。对啊，不多啦，可以啦，就是汉字有点难就对了。桑拿哦，啊，秋刀鱼啊，是秋刀鱼啊，我以为是夏天呢。Summer， 那我来写个中文上去好了。那我上课无聊的时候可以背一下。文明，这个题目好像比较多。文明，文明，文明。啊，三吗？这样子念吗？啊，文明是文明的意思。桑妈，常见的很了解。文明，文美，见物，见物就是存钱筒，乱讲。见物，见物。钱就是全，钱不值，钱不值，我以为是命运，差一点，你差一点，文明我听命运，见物，见物是汉字吧？啊，真的、哦，运命。你是怎么打出运命这两个字？参观啊 ，campus， 这都是很常听的东西，可是我完全不会记得它的中文。见物 ，campus， 见，见就是见。頑張る頑張る，我知道，加油，頑張る頑張って。
頑張ってですね。どれ、頑張るず簡単に多。加油。加油。应该说是考单词常见词，对啊。頑張る。頑張る，頑張る。这超简单的，闭嘴！不要质疑我。散步。散步。散步，对不对？这个我好像知道。散步，散步，还是散步？九五九二九八，加油，加满，谢谢。散步，这个对了吧 ？Yes， 这个就是日翻中啊，对不对？多简单！哇，散步的汉字也这么像啊，一个止，一个少，多一撇，这个简单多。散步还在讲握手会，啊，想法还挺丰富。鉛筆，鉛筆就是这个，真的很长。等一下，鉛筆是吗？铅笔啊，是铅笔，对不对？鉛筆，我刚有没有想讲 MP3？ 可是我妈跟我说铅笔。看来还是挺简单的。某某家读对啊，是不是 ？MP 字 B， 大家猜看这个 B 是什么呢 ？MP 字，反对，反对，变态的意思，对不对？反对，哎，变态是反对才对 ，B， 对啊，默默在旁边。讲要小心点啊，各位！哦，反对啊！反对，你们一讲我就有影响，真是。反对，煙突，煙突。M P 字跟 N 都是铅笔，那就是这就是圆珠笔了。妈妈早安早安，你在变？我没有说什么。烟突是什么意思？烟斗。哦，烟斗。你有对啊，烟斗，烟囱。见啊那。那提的，它之间这跟烟瓶，是烟斗还是烟囱？烟突？你不是对这个？可是它没有中文啊。老师只给我日文，上一次不用日翻中，就吃药。我放弃。哈哈，哦，烟囱。我想说，就是可以加个中文在上面，看旧的吧，他连拼音都可以写给你。哎，我都写的，我不知道是汉字还是中文。因为我上面已经有拼，就是这些我都有拼，但是我都没有写汉字在上面。我认得是吧？不要这样子呗。明娜就是大家的意思，这也简单多了，这我看都不用看我就知道是明娜，大家各位同学们那种感觉。老师这学生建议直接当闭嘴，我被蚊子叮了。对啊，烟囱。明娜吧，哦对，是明娜，好像是。接就是大家的意思，这我也会。孔爷，你再这样，我要把你编掉了！你不可以质疑我。现在清我的精华，明呢？潘子怡的意思。那么浅显易懂，米娜对是米娜。孔
こんにちは。啊，这真的真的是不用，直接跳过这题好不好？线路。线路就是线路的意思，对。金青感觉跟捧图是什么？他们叫 Daisy。哎呦，线路就是铁路的意思。线路。线路。就是线路的意思啊，对不对？线路是不是？多少还是能翻出什么点来的，对不对？这没有问题啊，毫无疑问。还有一些老师会，可能也こんにちは不会拼错，我看一下。こんにちは，对啊，没错没错。铁道 ，yes， 我刚以为我讲的那个铁路是错的 ，yes yes， 谢谢谢谢谢谢，这让我有点成就感，没有放感情进去，本来就不会放感情吧，这种。連絡。連絡是联络的意思。对。連絡。連絡。对不对？他说对 ，yes yes， 又中又中又中，感觉跟猜题一样。这个也是毫无疑问是对的呀，简单。哎，在线等真是。空岛。空岛，空吧空空。这是第一次的，感觉中文写对，再顺便写一个造句啊，哦，造句很难。連絡して、した、空洞、空、空、空多、空空、空度，这是。你忍不住接个空空，牛肚比较，对，但我有点感冒，我鼻塞。啊，哎，各位，你们错了，是下次，不是这次。空多啊，連絡ください。啊，我造句了，我造句，各位。皆さん、空多。今度は連絡ください。某某要去传的，哎，才不是！你看各位，害我写错了，真是的，是下次不是这次，这次是金回。京都是下次，京回京都，京回京都，京回京都，京包严。哈哈什么？我的发票可以收起来，拜拜。就是有谁可以发发票呢？本棚。本棚。本棚。本当に本棚，本棚是真的啦的意思。金包没有了，空盖哦，空盖，空盖，哦，我就是次回吗？不是吗？哈？书柜。空盖啊，空盖啊，轰达呢？哦，轰达是一辆车，书架哇，这个也太难了吧！老师怎么会考这个啊？还好没跟到这一次，不然我会写到疯掉。
看我写的，轰的呢，嗯，轰的呢，轰的汽车，对、啊，这个是初始，啥？这个终极了吧？不是你们打旧，我就想看脚的。哎呀，没看到这一次。对啊。他们都会记得，我不会啦，我才不会想到轰打，轰，轰打呢，胖打的死，胖打的死，不胖打的死。四，电器。电器，电器人家电器就是电器啊，这个就简单了，就是电器。哦、，sorry， 是天气，不是 day。船长在闹，是船长在闹，我看到了、哦，电这个毛，我觉得电器也是 day 啊。是 day， 可是。我记得我之前在课本上我看到一个 Denki 啊，对啊，记得有啊，不可能是错，不是 Denki， 我刚刚听我写是 Denki， 老师写的是 Denki。銀行。记得的哦，什么啊？银行，跟文法有关吗？哦，为什么？嗯？什么意思？电。Tank， 左音是在那个凹槽的中间的。对了 ，Yes， 我就跟你讲，有些东西我是有印象的，老师没有白教我。银空，它就是有一个很多绘画啊、听读什么都有，还玩可乐。音楽，瓮中捉鳖的意思。我掰不下去。音楽，牙医，不对，叫音乐。啊！看图说故事，哎呀，呀，听起来像音乐吗？有吗？音乐。好了，现在知道意思后又比较像。齿医者，我就直接把汉字念成中文。有个米耶。你以后不会听谐音吧？他在梦中做。日本語。这个跳过太简单了。日本語就是日本嘛？欸？不对，应该是日本语的意思。日文啊，日文的意思啊。日文日本語，日本語。你多久没写作业？一个礼拜一次啊，不多。霓虹语，日本语，对，日本语，日本语是汉字，对不对？我记得这个汉字是日本语，然后
是日文还是日本？你讲日本。哎、欸，你们当自己很厉害是不是？我刚刚是不是说日文了？是不是？那是南马后炮。D。好，大家一下这个 B 是什么意思？好了，对不起。天音。天音，听天由命的意思。天音。天音就是即将要下雨，可能会下雨的意思。没你讲，是不是？对，是电源。你都想太难啊！我知道的，老师有教。你好有创意，谢谢谢谢。可恶，学语言不能有创意，它是一个知识化的规则。千言。千里眼。千言。千言。被林先生粉丝。哦，新答案了，我不会出现成语，千元，千元，千元，啊，我明明就有学这个，我知道千是千，元是燕，不是燕 ，n， 千元，其实也差不多了。这首歌没错过哎、欸，废话，日本十年不是开玩笑，我在骄傲啥？这种钱的东西要回啊，我知道、啊。知道，万能日语，安心。这个你们也知道吧？安心的意思。安心，安心，安心，安心啊！你是不是请假去？对不对？安心是不是？安心，就是安心的意思，没有太多多余的话。安心，安心ください，这样子，安心ください。像旧先生，安心ください。日本語は食べる。安心，安心，安定，安心呀。我讲不下去，这是安心的意思。食べる，食べる不是学习怎么讲？不讲。これでは安心できない、できないな。なに？どうして？没有，我没有讲那个，我没有讲。看到奇怪的东西，啊！我讲不了一句话、啊，唉，没关系，我们再接再厉。検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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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検査是嗯，擦擦擦那个検査。妈妈是不是？我不会，我在刚才还要包了。検査。就是随之呼吸的意思。Kens， 是检查的意思，没错。我刚刚逗你们玩，逗你们玩，就是检查。多简单的一句话，对。我比较喜欢犯傻，那就犯傻，这样会吗？检查就是 Kens， 犯傻就是犯傻。那大家感觉就饿，所以就啊，我拿马后炮，你才马后炮，全家都马后炮，来。検査。
パン屋パン屋え？パン屋あ、パン屋パン屋的意思就是叛逆的意思胖牙就是 you bad bad 的意思，哦，是胖牙的意思啊，哦，不好意思，胖牙，潘牙，完赛，比斯，完赛比斯，啊，胖牙，啊，胖牙，胖牙，胖牙，嗯，胖胖就是面包，我知道，胖牙就是面包店，了解。简单，日文简单，已经说不出这句话了。Sugae, fasabis， 拿个东西回来，什么水都不行，已经过了。嗯，潘雅，潘雅，潘雅，面包店，面包店，面包店，你懂吗？面包呀，面包呀，面包呀，面包呀。親友。親友就是，嗯，信誉的意思，就是你这个人跟我那个信任的程度到哪里，就是我们之间的信任程度的信誉。啊，亲友，后面单词完全没听。啊，亲友，亲友，亲友。亲友，哎，对，亲友。这个单词太多意思。哦，good friend，OK，good friend，best friend， 嗯，信任。亲友。电话。这个电话，这太简单了，就是电话嘛。电话，电话番号就是电话号码，对不对？老师对吗？有课文的话就会学到句子。对，对，电我的意思，电你，电死你，电。我等下念给你们听，老师有一个学期末的成绩。婦人服，婦人服就是忽近忽远，有没有？婦人服，婦人服，忽近忽远。婦人服是什么？坐月子要穿的衣服。没有，哎，吴奇伟这么厉害，妇人服是孕妇服，一定是三个字以内的啊。哦，妇人服就是女装啊，也不是孕妇装。嗨，好的呀，好的呀。不简单，不简单。是女装的意思，妇人妇，忽近忽远，忽近忽远就是妇人，就是女装，简单多了。忽近忽远，女装妇人妇，妇人妇，妇人妇，妇人锦是女啊，妇人一就是女医生，对不对？今天是在写上次的作业。不是都喜欢，对啊。我也不知道，就是说，我的亲友，我打电话让他去面包店帮我买个1000元以上的面包，然后店员跟他说，要安心一点，我们的面包都是很好的，从天气很好的地方开采的。然后我们又说，因为讲一播一些日文音乐，让那个面包心情舒畅一点。然后他还带面包去散步，
然后帮他们买铅笔买烟草，然后文明的给他们吃秋刀鱼，然后带他们参观线路，然后还说下次会让他们去暑假更多的地方买女装。我讲完了。最后一题，来。本を読む。就是因为我妈在笑我才在笑。没有，我刚说的都真的。本を読む。亲，你妈的！真的啊，刚刚很多哎，我刚刚都讲到了店员，然后1000元，安心检查面包店，然后亲友电话，女装，然后大家你好，线路联络，下次书架，天气，银行，音乐，日文，烟囱。反对铅笔，对读课啊，读书的意思。本を読む，所以就是读书。本を読む是读书的意思。哎，我真的觉得这样背还蛮，还有那个忽近忽远。我现在腹肌都出来，我肚子好酸哦。我没有把单字，对，是那个碰 you， 哦，是碰，哦，不好意思，我听成碰。我念错，不好意思。来，我日文讲一下。嗯，好难哦，用日文我怎么讲都讲不出来。君の親友对，讲不出来。你要碰我没有？哦，有办法。之前就是哦，对，好念给你听，你们看你听不听得懂？就是这是我们下次要考试的内容，就是一个人扮店员，一个人扮课文，你的重音用韩式发音用哦，重韩式发音是什么？红油木，带面包去山姆买个笔，然后山面包的品质很好，对，让他们不听一些日文音乐。然后在天气很好的地方晒，你们听听看哦，我要念哦。啊，以下是一个店员跟一个客人，然后去一个店里买东西的过程。好，客人说すみません，客人的翻译就是客户，然后。店员如果要用尊称，就是 お客さん，我忘记怎么念 お客さん，这样子对。
那お客さん said すみません，然后店员是店员，我们就学你看对不对？店员 said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嗨，いらっしゃいませ，嗨，再来。客 said おもよるおてさせて電源だ電源電員電員あ電員不是電源電員好然後呢看先別走等一下再讓我念完好然後反正等于就是いらっしゃいませ，然后客 said この柿はいくらですか？然后店員 said この柿は一つ600円です。はい。さらに、客人 said その柿は一つ嗯，哦，その柿はいくらですか？店員 said その柿は一つ800円です。啊，再来，也客人が said じゃあ800円の柿は柿を二つください。店員 said 店员是哪来的语言？啊，店员就说了，啊哼，ふたつですね。はい、千六百円です。はい。然后お客さん said、おりゃ。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ぶ、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だって、もう念完了。大家觉得我考试的时候适合念什么？这样子，我笔记做得很好哎。你看，我还写那个，就ふたつで。ですね，就是往下掉的意思。对，你在念啥？啊！那你在念啥？你看，刘亮鼓励我。就是这样，我老师听到没有？我在考试的时候，我一定会认真的，因为我要跟我另外同学练。这也是你们知道吗？另外一个同学比我的日文还要烂。就是啊，那个柿就是柿子，就是他问了一个，他说这边的那个 ，sono 就是那里 ，sono 就是离这里离自己比较远的地方，然后 kono 就是这里离自己比较近的地方。那你有没有？他连五十音加加都还没背起来，就是这样，会有发音，去用一下。我知道老师跟我们说，就是日本人会自己会觉得哦，这个地方就是要往上，这个地方就是要往下，然后熟悉了就知道。考试还连手，就是考试就是我们要一个人念客人，一个人念店员，然后我们两个都要背，因为老师会当天就说来你来念店员，还是你来念客人之类的。店員，啊，店員。好累，好渴，为什么那么累？多半是我的错，让各位 say sorry。そのこの，对，我这边要写。然后，ふた，ふ，
一つ是一个，二つ是两个，三つ是三个，四つ是四个，然后一只只是五个，然后母只是六个，七只是七个，然后八只是八个，然后九只是九个，然后头是十个。哦，不是这里那里，哎，不可能吧？嗯，可是老师教我们这里那里耶，老师错了。哦，大哥，对不起。没有几个没有考，是我自己记的。半的草原，我下得力是什么练习的吗？没有，就是讲，就是嗯，我跟前面讲，他们都会，就林毅会，然后马油说会还还还很兴奋的纠正我，对 ，yes， 好吧，老师教错了。是老师的错，不是我的错。可能因为今天的课业真的是非常的繁重，感谢什么？嗨，这也是 Coco。对，没错。然后那里就是 Soso 嘛。Coco 哎、欸，不要乱敲，他最近会跳到床上。我跟你讲，他会跳到床上，很可怕，越跳越高。哦 ，Coco 就是这里的意思。收购收购，欢迎谁收购？哎、欸，我们还有，嗯，不在了。我先拍给我同学，说下次的功课记得抄，会不会太好？人会不会太好？上课的时候也要抄。搜索没什么意思，就是搜索。好吧，应该也是这么简单的错。太好，对啊，我太好，哎，我做的那么好，真的是也不知道是哪些人帮助我。那他不抄，他也不会自己写啊。你看我像我今天这样子，我就了解很多事情，对不对？那我好像也是在抄之后开播，如果有功课才会课后辅导，没功课的话就是属于我开导你们的时间，你们有什么生活上的疑难杂症都可以交给我。对，那你同学要直播，我说哎、欸，我今天直播要做功课，你要进来抄。你讲好像你自己有想，我没有，没有这样讲，好不好？你感冒吃药吗？没有，我叫妈妈带精油给我擦。这精油呢，就是对咳嗽跟哈啾有帮助的之类的。然后 ，A B 是大体。好，我知道，我下次会记住。就是这样，抹在这边，这个淋巴用力的来回涂抹，然后中间就这边通通就抹一下，虽然没有用，但就抹一下。然后这边淋巴这边也要，鼻涕不同其实重点，要忽近忽远。那是妈帮我挑。就咳嗽通常淋巴那边会肿起来，你就给它按摩，它就会消下去。嗨，那你就浑身散发出一种精油味，
那种成熟女人、老年女人的味道。没有啦。那你不要，我不会的，通常是他们吃我的东西。然后我就说，我感冒你在意吗？他说不在意，那我就会吃回去。每次我们在 Coco， 反正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我们喜欢买很多不同的饮料，然后大家互喝，然后每次互喝完之后就会说，这里是防疫破口，还有不要在淀粉，我还带他晒太阳，天气好的时候。那很火，没有了，开玩笑。爸爸臭，爸爸臭，爸爸是屎的意思吗？这件事流行性感冒，对啊，可是他。妈妈还在大便，好多沙发。我的沙发是他的便厕，就是这样。功课就是做完之后就是这样。你看我买的小笔记本，可爱吧？还用不到五年。别一直跳，我已经稍微觉得我喉咙有一点点痛。我念个排名。哎呀，爸爸是老太，不是我爸上，我也是我爸上。刚好就十个，欢迎，但是。第九名思源，第八名 Star， 七名星湖，第应该是 Starry 对不对？小星星。第二名小五，第五名嘉滚，第四名念念，第三名阿南奇，第二名明晶，第一名流浪人。谢谢老师的捐献，今天也辛苦你们了。课本就是买柿子跟卖柿子的人，对，你应该要买扩充的是笔记本。过分，今天刚好十个，我当第十一个啊，关键第十一名，谢谢，很开心，今天是近年来直播最有意义的时候，不用买扩充了，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结果课完还是。好了，大家明天工体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你们明天赶快去睡，拜拜。睡，现在7:30。加你，拜噗噗，我好亮。明天看旅社，我会自我介绍用日文，卡哇伊呢 ，pretty 呢，哦，对不起，破功，拜拜。